Anywa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attendance of all the many people on the XFP accepted. Frankly speaking, I'm afraid there are a few here. Because of the, it is not the only, not so fluent English system, but some people speak Japanese. I'm afraid, and many one coming here. Thank you very much. Home efficiency is a very useful Eric's system, but I invite him conference, but there are not so many people there, but I hope you are very interested. I will upload his presentation soon, Liquidity Kafka. あとからプレゼンテーションはちゃんとデータを渡します。前田さん、準備できたら僕、その間トークやってますんで、はい、あと、今回、日本語で言うと、他にも日本人の方が喋ってます、そこにローマさんとかね。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今回セキュリティ絡みの方ですけど、OSS ボランタリーとかそっちの話ですけど、ぜひ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あと、ソーダの、スレージのコミュニティも、伊藤さんという方がいらっしゃって、日本語を喋ってくれてます。Fortunately, so there are many more Japanese speakers in this year's COFCAP event. Thanks to Omo-san, to the open forum session. Could you tell me what time you are planning to talk? Okay. So he talks started on the 2:05 p.m. about the OFF voluntary. And he's a very professional and the security and the advisor in Japan. So attend and his session if you have interested. じゃあ次のセッションを紹介します。Next session is go Maeda-san, and he is a contributor for Redmine vendor and management tool on by open source. He will give a talk about Redmine, getting an issue tracker for your organization with Redmine, open source project management software. 今日は前田さんの方で喋っていただき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谢谢。那我们下一场议程会在10:30左右开始。那其实差不多要开始了。那这一场议程是由前田先生我们带来Redmine 的简单的介绍。Redmine 是一个 issue tracker， 那就像大家可能会用 Trello 或 Jira 或者是其他东西来追踪你的票一样。那在 Redmine 上是一个它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软体，那你可以拿它来管理你的开发进度，会比较方便。那一样，这一场议程会主要使用日文或英文来演说。那如果你要提出问题的话，你可以使用中文、英文、日文都可以。对，那如果有互相不懂的地方，我会负责翻译。好，以上，じゃあ、マイダさん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マイダ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大家好，感谢大家前来聆听我的演讲。今天我从那边来到这里，向大家介绍 Redmine， 一款开源项目管理软件。现在我有点紧张，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做演讲，还有
在日本国外做演讲，所以现在非常紧张。日本の方、中国語で講演するのを始めてて、また海外での講演を始めたんで、むちゃむちゃ緊張してますという話しました。你们已经知道我的中文不太好，如果你听不进去的话，画面的上面有字幕，请看字幕。中国語が下手なのはすでに分か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ので、もし分かりにくかったら画面下の字幕をご覧くださいという話し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首先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千田刚，来自日本。我在 IT 行业工作了26年，作为软件工程师、网络工程师。我目前经营一家提供项目管理系统云服务的公司。这个项目管理系统就是 Redmine， 我今天要介绍的。我多年来一直参与 Redmine 的推广和开发。2007年 ，Redmine 首次发布仅一年后，我开始了 Redmine 的非官方网站，以利于提供有关 Redmine 的信息。这个网站现在可能是日本最大的有关 Redmine 的网站。然后2014年，我加入了 Redmine 的开发团队。那现在我们进入主题了。Redmine 是一款开源项目管理软件。由法国的 John P. Planck 于2006年发布，此后是近年来不断改进和维修。它的最重要的功能是一体追踪功能。Redmine 的一体追踪功能非常灵活。非常灵活，自己自定义人位和工作流程，因此 Redmine 可以用多种用途，而不仅仅是项目管理。在一体追踪中的一体还可以以不同的格式显示，例如 Gantt chart 和 roadmap。 它还具有公式追踪功能。那我们看看 Redmine 的一些主要功能。 Redmine 有几个功能，其中最要和最常用的是一体。通过将团队要执行的任务就作为一体，您可以管理每项任务的负责人，完成日期、积极进度。一体可以包含各种信息，例如就是概述状态和备份备价。除了刚才提到的标准人位之外，
您还可以像一滴添加自己的自地单位啊，通过利用自定单位，您可以使用 Redmind 执行各种任务，可以显示 Gantt chart 啊，根据一定中记录的开始日期、完成日期啊、完成啊百分比啊。Gantt chart 表示任务的时间和进度。Redmine 还有管理公司功能。您可以记录每个议题所花费的工作时间。Redmine 还具有期待一些用信息构成和写作的功能，包括 Wiki、Forum、Document、File and、Repository Browser。现在我已经解释了 Redmine 的主要功能。接下来我将介绍 Redmine 和其他相同目的工具相比的优势。我认为 Redmine 在三个方面具有优势。第一，它是开源的，可以让你完全控制数据，而且很灵活。首先 Redmine 是开源的，它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开源软件。如今有很多项目管理工具可用，然而其中开源的并不多。 Redmine 已经持续开发了17年，还有众多用户。我觉得它是开源项目管理工具的主要选择之一。第二个优势是能够完全掌控数据。Redmine 是开源的，因此你可以使用云服务或自托管。这意味着可以降低供应商否定的风险。在项目管理工具中的数据是自己的包括自强，所以能够完全控制这些数据是一个巨大的优势。第三个最重要的优势是灵活性。从这里我将介绍一些提供 Redmine 灵活性的功能。自定栏位是向议题添加栏位的功能。用英文 custom field。添加自定栏位可让你在议题中输入您业务的特定信息，
每个议题都有一个专题，代表任务的当前状态。你可以附近 Redmine 中使用的状态以吸引你的业务。还有 Redmine 有 Tracker。最终标签定义议题的类型，定义最终标签由定义输入表单里付，不好意思。你可以定义是由某个这份标签的议题所具有的范围。通过定义多个跟风器，你可以处理多种类型的信息。Redmine 支持主要的访问控制role-based access control。它提供安全高效的访问管理。从这里我介绍了 Redmine 的一些功能。Redmine 是一个I skipped a slide. Okay. 不好意思。到这里我介绍了 Redmine 的一些功能。Redmine 是一个多功能还有灵活的工具。提高 Redmine 的灵活性的就是这些功能。通过掌握这些功能， Redmine 可以用于多种用途。例如任务管理、项目管理、客户支持、日常业务记录等。Redmine 的介绍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对 Redmine 感兴趣。谢谢。喂，好，非常感谢前田先生用中文帮我们演讲，然后非常感谢他的尝试。对，那现场有没有会众想要问问题的？你可以用中文或英文或日文。对，我们就不要让他在提一提的时候还用中文这么辛苦。有问题吗？或者是你觉得你对 Redmine 的使用上有什么想要更了解更多的地方，我们可以请他用英文或日文说明，我可以翻译。对，哪里的手卡？ないなら私から一つ質問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Redmine に使っているうちに。もしく、2人以上の担当者が設定したい場合はどうしますか？我问他是说，假设今天 Redmine 我 issue tracker， 我想要把这一张派给两三个人，有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嗨，我应该想是。用力有答案。
中国語でも日本語でも英語でも大丈夫です。あ、我想用日语。好，はい、日本語でお願いします。はい、現在レッドマイン、ご質問いただいたんですけども、2人以上の担当者っていうのは設定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はい、で、その2人以上の担当者を設定したいという状況によるんですけども、まあ、もしあのメールでの通知が欲しいということでしたら、まあ、ウォッチャーを使っていただく、あるいは情報として、まあ、まあ、何かあの別の意味合いの担当者を管理しておき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れば、まあ、カスタムフィールドを使う、まあ、そういったような形の回避策を使っていただくしかない。あの現在ではあの残念ながらご質問いただいた機能はないですね。はい、他のイシュトラッカーというソフトウェアなどはこういう機能もないので、こちらレッドマイがこれを実装できれば何か大きく助かるかと思いますが、さすがに今は無理かと思いますので、はい、ではフィーチャーとして、お願いさせ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はい、実はあのこの機能の機能要望っていうのは今までかなりたくさん出ていて、はい、まあ、いろんな事情でできてないというところがあります。ただ皆さんが欲しがっている機能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は間違いありませんので、はい、まあ、私もあの開発チームの一員としてあの、はい、まあ、なんとか進めたいなとは考えております。どこかにイシューとかそれを、願いを届く場所があれば、例えばフォーラムとか、あるいはなんかイズトラックが上がる場合は、はい、ご提示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イシュートラッカーなんですけども、はい、レッドマインの公式サイト、redmine.org、そこで、ユーザー登録をしていただいて、うん、チケット、イシューを作っていただく、それで、うん、機能要望であったり、バグの報告が可能です。うん、今もこういう要望が、もうすでにイシュー、あるいはチケットがあ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ので、これを使って、そのまま、要望を、すればいいかもと思います。はい、はい、ぜひお願いします。好，我刚刚问他说，就是说，因为有一种状况是我自己有遇到的状况，是因为有些票他的，我希望有两个人以上同时负责，那我希望同时追杀这两个人，对，追杀，我就是天天被追杀的那个。然后有没有这种功能？那基本上目前我看过，包含 RedMine 跟其他的任何的 issue tracking software 都没有。对，所以我刚刚问前田先生说有没有可能做这件事情，那前田先生的回答是目前也没有这个功能。那其实有很多人在敲碗，但是就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其实还没有实装。那 RedMine 其实有一个官网是 redmine.org， 然后它上面有一个 issue， 这个可以开单可以许愿。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需求，那如果你有这种需求的话，你可以到上面的票去开张票，然后去开个 issue， 然后去许愿。或者是如果你有任何的其他希望 RedMine 时装的功能，也可以在那边许愿。对，这样子。嗨，那你要问什么？嗨，前田さんには何か皆さんから聞きたいことはないでしょうか？例えばレッドマイの、心得とか、あるいは使いたい要望など。はい、はい、まずあのレッドマインを ご存知の方、知ってる方どのぐらい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那个有听过 RedMine 的。哇，啊有啊，哇，很多人。あり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多くいます。はい。そして何か他に。はい、そうですね。ま、私はレッドマインの、開発に関わ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も、何か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りましたら、ここで受けたまわります。ここで聞きます。好，那个他因为是那个 RedMine 的开发团队哦，所以如果你现在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直接问开发者，开发者就在这儿，好不好？对，刚刚那个许愿，我刚刚已经许个愿了，有没有人要追加许下面一个愿的？机会难得哈，对，不然你就要去那边开 issue， 不一定有人会按你赞哦。对，有没有？有没有？有。嗨，那个我要我ここ現場で受けたまわります。嗨。ないでしょうか？あれは実はレッドマインをまずは試してみてからご要望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か？じゃあ何かトライアルあるいは何か自分でレッドマインを作るにはホストするに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はい、まずお試しで使うので一番簡単なのは、Docker Hub に、はい、
ドッカーの公式のレッドマンイメージがありますので、はい、これを試してみるのが一番簡単だと思います。はい、ドッカーイメージとかですね。はい、はい、他说如果你要加一个 Rayman 的话，最简单的话是去拉一个 Dark Image， 然后自己跑起来，那是最快的。对，你不用在那边敲指令啊。但是如果你想要敲指令的话，想必应该也是有方法的。嘿，那大家可以自己加。哎，その Dark Image の URL などは提供いただけませんか？はい、今ネットにつながってないんですけども、はい、Docker の公式の Docker Hub にでレッドマイン検索するとあります。はいはいはい。我本来想说，请大家可以就是直接点上去看，那但是现在因为它没有接网路，那大家可以自己在 Dark Hub 上搜寻，然后就可以把它拉下来自己加一个。对，以上です。じゃあ他に何か質問はないでしょうか？有没有现场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有没有其他许愿？嗯，目前有没有在使用 Rayman 的人？有没有团队？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办法问这个问题。他本来想问说，那个现场如果有在使用 Rayman 的人，大概都是怎么使用 Rayman 的？对。那因为前田先生就是开发者，他用 Rayman 一定是为了开发他嘛。那有没有其他人是有其他使用方式的？这个可以分享一下。对啊，如果现在害羞不敢讲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在共笔上跟我们分享。我们每个议程都有一个 HackMD 共笔。今は皆さんにデッドマンをどういう使い道をしているという質問を提出しましたが、今現場にはないみたいですね。みんなが恥ずかしくて共有でき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ので、一番HackMD には共同コラボノートがありますので、そこにもしご共有できる方がいましたら、ここでそこでお願いします。じゃあ現場に他の問題はなさそうで、ここを以上を持ちまして、はい、マヤさんセッション終わりです。That's the sessio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Maya さん and kindly he talked in Chinese. Thank you very much. Next speaker is はい、小笠原さん。僕はあんまり紹介する必要ないよね、君の場合。はい。いや、だって僕はSorry, we have a 10 minutes break. And 现在是10:55，那我们会进行10分钟左右的休息。下一场议程表定是11:50开始，那我们5分会开始准备。那下一场议程是由小笠原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演讲，那大家可以先稍作休息，然后大家欢迎待会回来这边听演讲。好，谢谢大家。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じゃあちょっと離れて10分から帰ります。はいはいはい、お願いします。やば。